我们上帝说，太上帝先论，现在都开讲第三个时分，这时分第一个现实真义啊，现实真义中的第一堂各是义门，就是先解释行真义门，然后再解释行善灭门。现在讲行真义门啊，各是义门的行真义门，就是行事下体验是行准移民，这是行准移民分两摊。第一是行准移乡，这是行准移民的现象有两摊。第一真检验法体，真是说明行准移众生行为当体，就是准移说明这个法体有两摊。第一降眼见法，就是用语言文字啊来显示行准移民的法义的道理。论文讲行准移民其实一法界太宗相反问题，所谓行心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唯以妄念而有他片，要离行念嘛，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念所相，离名思相，离心眼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义。这一段就是假眼见法，假的个语言文字啊现实准义的法体。开头讲呢行准义是什么呢？行准义就是一法界太宗相反问题。一法界太宗相反问题的道理上次讲过了，连续现实讲吧，行心本来不生不灭，行嘛是真心离体，众生本有的灵觉心，讲这个真心离体的本有的佛性，从来就不生，无生，当然也就无灭。所以心性本来是不生不灭。而心性本来不生不灭，让我们现在眼睛看到一切万法，有人人有什么的人隐存那边呢？下面的论文就说明讲。一切诸法嘛，唯以妄念而有差别。现在我们六根所对六尘的境界，这一切诸法完全以众生心中的妄想的念头所生起的烦恼业体所引起的种种差别相。现在眼珠所看到的一切差别相，都是由众生妄心、妄念，由妄相显现。妄一个灭去之后啊，两个妄念跟差别相就统统都会消失。所以讲，要离心念啊，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要离开心中的妄念，那六根所对六尘的差别相啊，你那个境界完全不可得，当下都会消失。上次就是讲到两个人，因此之故啊，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念所相，是故是转一次呢，身上稀罕。像前面所讲，真心离的一个离开妄念。念就无念个各种差别相，一切法是真心离地的法体，就是真义。关于一切法站在真义的立场来看，从本以来就是一相，从来一相都是离去念说的现象，就是讲用语言文字啊，没办法好表现。真义的法体用世间的语言
没办法好表现。所以讲，求欲言于词上，再向我来说明，我用求语言的说明这个真心立体的实体的现象，无按你的言辞和讲。所以讲，理念说相，其已经远离这个一切言说的差别相，不能用言说来表态。理念思想也不能用假名的暗名啊来表态这个实体啊，所以理念说也理念思也不能暗名。那么两个真心理地的理心言相，心是众生的妄想心，眼力心，两个眼力心而且眼两个真心理地没办法好眼，这我们道林岩经所讲的眼所为诈，众生能眼的心眼力不到，是眼所遗留下来的真心理体呀、啊。两个实体无形无相，不会用文字用心理去演，没办法好演的。所以说心用演以力嘛，心观想我来演的真心理体，我来演的，可是没按那个演的个方式，因为其实无形无相数穷万变，根本不可能演，演不到。所以心欲言于理嘛，理就是言理，心理的理啊，有理的理啊，关于个心中的言理的心嘛，都要丧失，没办法好言到真心理体。言之只顾你引导而敌真心理体也该真意，在一切法上本来毕竟平等，毕竟就是究竟，无论你参赛哪一个立场来看真心理体，都是平等平等，没有差别。两个道理呀，林岩经前三件讲得最清楚了，每一法都是非因缘非次缘，当体即是常性，参赛真心理体的立场来看，没有一法不是真心。见法法改执呢，就是一切法都平等平等，没差别相。两拿一个比方讲，以金作戏，戏戏改金，像用金的去做各种戏器，无论你做人天相啊、畜生相，乃至做世间的一波一切万相，都用金的去做。但是站在金的当体的立场，无论你哪一种相都是金的，所做的人天相也是金的啊，畜生相也是金的，宇宙万有的一切万相统统都是金的。站在金体的立场看，没有一法不是金，所以这个金体本来就是平等，你只是要平等你啊，显示真心理体无法不包，站在哪一个方向都是平等，所谓的毕竟平等，毕竟就是究竟恰当啊，一切法的真心理体这个当地就是本来就是平等的，而这个真心理体无万古不变，从来就会安呢，无有变异，变变化异异样，其从古以来呀，唔会有所变化，唔会变成一样。像金一样的，你就是千万年的还是金咩？唔会变成别种的东西。所以真心理体本来也是无有变异。而那个真心理体本来也是啊，也不可破坏，没办法好破坏的。比如讲，像真金一样的，真金不怕火，火烧。其他不会损失，所以真心理体在一切万件之中呢，其不会有所破坏，一向一时你还没呢为是一心，单单只是众生当下一念心，你一念心所以的真心理体就是真意，所以
顾名准矣，你就按照准矣，你就是将眼见法。本来准矣不可说不可念，但是而本人了解呀，不得已加到人眼文字来说明，所以可判按照将眼见法。下面就是听一段宪法理念，显示那个真心立体的法体，立体一切言语、文字、心眼各种的假象。所以论文讲，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贪水妄念不可得故。你引导一点，所有一切语言文字的说法，那个语言都是假的，结天没实体啊。假的语言有实体，比如讲，可以再讲佛，可是讲一只佛啊，最后边冇佛出来，可见那个佛是假名。你讲水，最后也冇水出来，可见那个水也假名。那么世间一切万法都是按的假名，并冇实体。所以这个假名无实，又咪会有这个假名呢？贪水妄念啊，水中整个妄念啊，将有这个假名的差别性。世间一切法那一样不是假名的，而俩假名都是人间立的。那就是讲中国的方块是真多事啊，个象形式啊，拿当时的物质的形象来建立这个文字的象形式啊，这都是一种想象的假名。这个方块是像比如说南五的南师，古人初的叫南师啊，其中因为说南人要有力，要会耕田，所以南师头拿当叫田师，下面叫力师。从故事跟农业时代啊，那男人一天只可以耕田呢，你要一天都做事来维持家庭生活，所以男人必定要有力，而为耕田。反倒将来讲，嘿，冇力耕田就唔系男人咯。啊，五年嘅五是按照桥脚五，啊，五年都坐屋企捉桥去了，做饭食，看生人嚟，做生人嚟，兼水做事。我现在冇中央啦，哈，不能哪里喺那边。那故事跟农业社会就是安尼，所以故事说的象形式啊，都是啊，要当时的形象建立这个思想。所以你男性，你看到这个男性，你就要把你的精神拿出来，体力都拿出来啊，反正本不是就没办法偷家呀。男人就是讲话，男本来就是要有力，而这个象形式啊，虽然做到以后有都也会发生产物呢。有人讲，五那个五啊，老牛两下跳叉的。五是啊，五是上面一只立丝，下面中间一只田丝，下面四点是四只脚，个像只牛。牛爱耕田而有力，牛爱耕田而有力，啊牛是四只脚，脚都在田上，所以个五是本来讲一弄就是牛似的，是呢，本来就是牛。因为牛耕田哈，四只脚啊，在田上耕田啊，啊，佮有力啊，牛能驮奶啊，啊，要不驮六畜啊，哎，所以运动跟五是本来是牛是，唔点样嚟会交叉？哎，牛跟牛是拿来看哈，牛是拿来大王啊，大片看，牛是大片看个一片，哎，就是五个啊，佮就五个个相信嘛，牛是本来就是五是，佮两啥跳叉嘞？哎，所以个牛在水上健康鱼呀哈，鱼也有健作也健康，可应该你用啥个名字搞叉嘞？用啥个？哎，录音当时，哎，我在水上球个嘛，哎，我变身啥？没水上球，我一天都爬。所以这个象形词都是以当时个形象建立的一个假名。你看那个世界上许多体名。体名啊，都是人的想象力，政府有个想象力。可能你要山，哎，青山古月哟、哦，啊，就得按照哦，你按照鬼山，哎，你要山啊，过山峰的哟，就按照峰山，哦，啊，上边有只飞峰山，个飞峰的像个鼻翼那样的哟，所以按照飞峰山。
全部都引入该感染，该感染了五十分，这天没事体，时间一起感染都是不是，所以感染模式都是水中这个网量以由碳水网量实体不可带，网量所建立的感染模式体一个实体都不可带，所以不可带故某个实体的现象可以不你真实得到，所以不可带故。另外说明说时间所有的名相统统改的都是人安的，像人的名字一样的，出世以来父母都要按这种名字，以后记住按到这种名字、所以广福今年出世就按到广福，以前老外做木匠，所以你会做出来有个按到纯广福、你一谈到这个纯广福就抵抗这个广福今年出世的了、哎呀故人家亲都喜欢用把个生意神销来的名啊。所以自出羽毛神圣为神有所他就是出牛糊涂用下马然后给看猪困难人出世个就得按个这样啊、所以有的按照阿姐我也可能就是看年出世顺年出世所以人自己都是假的某事体假的你就认识了众生都知道都是认识比如说我按照灰心你很高灰心刚才也听到我答应了你一个灰箱就不会答应因为他不会压苗因为直错按过这个出名信徒呢民国五十一年特别的林济师上传家在街坊上来看呢人家出名按到灰箱就有六个我该就有六个灰箱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不定哪一些所以世间一切都是假苗无论人苗万物的苗统统假的没直错没固执所以你通通都是加的模式挑的所以说不可提供该案的可能你把准义按到按到准义有没有加的呢准义也是加的所以下面给我们讲念准义者一无有相为念者自缺以念欠念你还记得吗家庭有念案的门该几人一切加的都加的呀跟你把真心理地按到准义跟有没有运动也是假的呀所以说讲按到准义呢也没实体的相合的没准义的实体的相合的所以一无有相既然革命做什么的东西把这个真心理地革命按到准义呢因为这个名相啊是最古典的名相按到年说之契机年说语言文字的说法到最古典无撇杂的文字可以推用了因为真者不忘不喜义者不变不异真心理体完全真实这个体完全真实无虚假所以用真实而且从来不变所以前面讲吧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因为它从来不变所以按照义义就是不变异为为不通从来就是没有所前变因此之故啊为了要使人明白每一概念有两个真心理体两个真心理体啊当地就是真实不变的该法地所以用真义两者事来代表加了个言辞来说明真义的是信该是在言说跟文思相上这些古典没有比这两者事更古的了只有用真义两者事来表现这个真心理体将有办法可以方便家用其他没了所以也是言说自缺但是你也没接触过讲到准义就因为有一个准义的形象存在准义无相没个形象没有准义的假象但体是一天真实你也是加了个语言来看出语言的假象
钱就是出。今年前年的翻译版讲呢，讲正义，你一定讲正义，唔会有现象，当地之争，无形无相。比如讲事件发生，啊，比如讲讲堂后一块讲以前，太赶紧哇啦哇啦进讲法，讲唔会停。太赶紧讲法的时间，如果有一个人记得冇讲法，马上就停下来。莫讲法该激发也是法，可是你莫讲莫该激莫讲法该激发，太紧要唔会听下来，唔会听。人人就是讲，你正在乱哄哄嘅时间，有人提议一个莫讲法，全体就会点听下来。现在正义，他一切发生嘅革命也系安尼。讲到正义，正义是革命。莫实体，你要体证真心立体的实体，莫只看一个假名，没有一个假名现象获得。啊，你按照人言看言，假真一个言辞来看出众生的明年的希望之差。所以下面说明真一呀，这个假名名是假的。但体是真的，不能看出，所以他们就讲：此真一体呀，无有可看。一切法是给真空，真心离体跟离体，不能看出。这看出几个妄想跟假想，看出妄想跟假想，体不好看。体本来也是也不能看，也没可能不能看出，看出也不得。所以真心立体的真义之心，没有可以看出的所在，无有可看。我们不 真心立体的体不能看，只看相的假名呢？因为啊，一切法当体即真啊，以当言之讲。因为一切法当地是该真义，一切法当地即真。看你眼见的七凡破妄、十凡浅见，这底部所讲的脱离乃至四可七态当地即义来藏，那个当地该是真，并无法破看。所以一切法当地即真，不必看出啊。比当讲嘛，以检作器嘛，器具系点啊？你只要认识嘅检体就可以做得，用不着去把个假象消除。所以一切法当地即真，所以那个体不能看出，只看一个假名嘅现象。当然你不能看出，还没可以建立吗？立是建立，但系没嘅可以建立一个真一个实体。可以建立吗？亦不可立，也不可以拿外建立，因为真义本体本来数穷万变，空间万变是方，时间数穷三际，那你要从哪地方建立吧？无处可以建立，样板不能建立呢？以一切法皆同义故，因为啊。世俗世间一切办法当体即是真义，老真义并无一样的缘故。既然一切法当体即是真义，该又何必去建立呢？其本来意思啊，用不着你拿我建立。当体一切法吧，不可说，不可念，故名真义。那因此你应当一地啊，在一切法上。用讲讲唔到几个实体，用想想唔到几个实体，所以真义之心不可说，真义本心不可念。远离语言文思，远离心眼插片，该说的真义，真心离体本来已是。所以中文他的主持这下面讲，你要追求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所谓父母为神献上都样板，你现在跟身体家乡给国给他啊，样子上都样板，这个就将可以看得到。可是引导的地点是假的呀，几十年跟时间无常的多也有什么，而你忙有就是以前父母为神前给该种的面貌都地上都样板。所以中文他的做事就要尝试感忙有出神以前，忙有出神以前的真心理地的面貌都地上都样板啊。所以父母为神前你也能够拖出一句能够提供到父母为神前该张黑认识自己本有的真心理体。所以在佛法上你要求真自己的真心嘛，他快走不出两条路，一种是向禅禅理文是禅，理行意是禅，努力去禅求禅该某一面的一句话，差不多佢要就有啲突然间开悟啦，佢就能够当下明白自己本来嘅真心理体上当明白，所谓父母未成前嘅本来面目，也是一条路。他两条路必定要有，实际上得到明心见性嘅三种嘅组织来开拓、指点、证实。这样不会走岔路啊！所以《楞严经》后面的五十一摩，就是因为你在修正的时节，去容易披假相所误，发生创魔的境界。而第二一条路，必定要有生长清净的人，所谓过来人来指点，这样能够明白。第二条路啊，去搞求那个高理上的功夫。研究流传下来的三藏十二部一切高典都去研究高理，有钱一尘努力他把高典七代研究通了以后，得到所谓太开眼界，到了太开眼界的境界啊，就了三种太开太悟的境界想法啊。所以佛家从高下努力学习研究得太开眼界。第二，如果你有文字的基础，自己可以慢慢去学习，你就有理可顺，有路可走，比起参禅嘛也要比较方便得多。但是呢看高也没很容易啊。但看经文往往看起莫名其妙，不会了解。看祖师的开始的注解吗，也光言其事，纯然求曲，一下光言样不可能完全穷样，往往也会发生彼此互相矛盾的境界。所以家庭某一个切法面在高理上下功夫也会走遇到困难。所以因此之故啊，释迦世尊太慈太平也开一条最方便的路，刚你除了前面两条路你还没个能力完全做到的话，你不妨念佛求神佛果啊，只有得到往生佛国贪得见弥陀啊，何时不开悟啊，走两条路。但走两条路啊也不可以讲轻言就好，也一方面呢恩人就告你有见有行啊，简单讲一句，现在没法时代名实难求，善敌人难逆，我来求参禅开悟啊，非常非常的难。那只有一个办法，一方面研究高理，一方面精进念佛，
有嘅有行，系你要把那个世间万事啊，我看得破，放得下，心得自在，将来解脱将会有希望啊。所以那个真心离地，我用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亲难亲难。因此啊，古人教人讲，语言有起心论，爱配合人言见。起心论见略的素材，人言说得非常详细。而你把人言通了以后，再反过来看起心论，啊，人言就在这里嘛，当下就可以明白。那么因此之故啊，一方面研究教理，一方面实行修好，按你这样能够多讲啊。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前面已经讲过，真言宪法这个两套，真言宪法与宪法理念。现在是实行真言相两套当中的第一套，就是第一是真言宪法体。现在下面第一就是民随顺物业。说明讲，既然真心离地，一个发心，一个复心，无形无相，离言说相，离名思相，离心言相，这些按你讲起来，总是恩样的修正，这样能够悟念呢？所以下面加用问答的方式啦，可能用来求证的脱离。所以论文讲，问一。要以是依者，诸众生等，云何随顺，亦能得业？家庭有人按来问，就上面真言宪法第一章的文字所讲，按你个意义，以是依，以是指上文所讲的法，就是真言宪法第二一套宪法理念的一个道理。说明真义之心本来已是无形无相而有实体。现在就你上面所讲按你的意义呢，假设你住址该按呢想要求证真义啊，该众生而修好的而从来未来随顺真义的修法来修好呢，该按样的修行将能够清净这个真义之心呢，业就是真业，意思就是讲，就前面讲起来，等于是像一个无孔铁锤呀，没办法和丢边呢。啊，你看几铁锤硬通通的，完全没留一只孔，它边个对哪里丢进去呢？啊，这真义之心叫无孔铁锤，像我求真我业，全叫我丢边。无处可丢诶，唔是恩样诶，来修好，将能随顺真义啊，将能悟念真义，有点个疑问。所以下面答复嘅法解释讲，第一，若啲一切法随说，无有能说可说，随念。亦无能念可念，是名随顺。要离一念，名为得业。答复的话，很简单。通常这文字看起来未必能够了解。答复的话，我说要啊，你修好求一个准义门哈，你还抵得一切法吧？虽然用。语言文字来说，他无有能说可说，说唔多，讲唔多，唔系有可以说嘅所在。众人用语言文字说，实际上并无可说。那么你要用心去观念，去生产，也无能念可念。没有能观察之心，也没有所观察之境，能说其不可得，希望晓得按你去体会，或者
能够量力而已，可以能够随顺，随顺也准也门。他明白这个，一切法本来不可说啊，所以有诗句讲：神神不可说，神不神不可说，不神神不可说，不神不神不可说。有点诗句，讲你看一切法都有神吗？都要有神亦有神咩？法法都有神，法法都有咩？人人有神有咩？那么这条神咩法系唔可以讲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呢？不可说，神与神皆不可说，不能说，也就是要思想。在思想上，一切法嘅神神咩咩，无论是真波、异波、宇宙万有，一切法神神咩咩，不可说。哎，跟语言思想上神神上下不可说，神与不神亦不可说。神是思想，不神是理，理本来就是不可说，是以理本来都是不可说，都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啊，显示后理固然不可说，显理后是一样不可说，所以说不神神不可说，不神是理，神是事，一样也是不可说。显示后理不可说，显理后是也不可说。那么究竟理的不神不神也不可说啊？那究竟它代现是一个真理呢？理都是不神不灭，不神不灭与不神不灭之间的真理，统统不可说，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所以讲，按照事不可说。神神不可说，神不神不可说，不神神不可说，不神不神不可说。这既然不可说，释迦牟尼佛是说经言讲嘛？干呢？下面一句话讲：有因缘故，亦可得说。有土众生的因缘能启发人修学佛法的开悟的因缘，也可以说。所以这说出事实谈啊，说法。最大很多二胎信息坛上啊，有一种利益，就是世界信息坛凡迹业啊，为人信息坛神山业啊，对此信息坛灭恶业，体验信息坛业利益。讲过一段爱讲的时间，是要讲有在的事实谈中必定而有一种利益，最前最起码而做到世界事谈凡意业，在世间法上，在思想上讲出了个法义，能够使人得到天界的佛法的利益，神凡意心唐道佛法得以多少差不论，即当时唐道神凡意心按照世界事谈凡意业，假天你两个法讲出来，人谈到不讲不到需要神凡意心解体凡意心修奉行啊，全场不健康啊，讲到最后谈中都是解体凡意心修奉行，就是最大憨徒是众生对法义啊神一种凡意心，神一凡一心就种下好的因缘，种下将来解脱的因缘。假天谈了法不神凡一心，这就没得到好的因缘，没得到好的不帮助啊。所以说法最大安托是哪个人得到啊？凡一业也是最起码最大最大安托。听一啊，为人是谈神善业，为说众神是以修学佛法，是以能够断恶修善，善法能够增长，有时言善法都出世言善法，如果两个语言文字讲出来，能够使修学的人由此得到佛法的利益，慢慢断恶修善，世界是谈是凡之业，天意的文言是谈就要是个神善业，善法慢慢会增长，
啊，中山健身法音音先生将来我成熟我解脱，这就有利益，这是比较全面层，能使众生呢，按照威严是谈神善业。三界六道众生无量劫来，就是创业受罪，分业苦，分业苦轮转不息。现在说法要使令众生能够对此恶法，对此妄念，对此烦恼，所以替咱们做到对此因缘呢，使众生能够灭恶，按照对此是谈灭恶业，对此众生的邪见、贪念、妄想，也是给消除恶念，得到灭恶的利益，是谈实实统统、浪藏统统啊，谈是布施，就是把法全部布施出去。是谈就是法印全部布施，统统布施，事实给几个事啊？你同人说莫搞谈啊，统统都拿来布施，谈就是布施，谈波罗蜜，所以把佛法全部布施，最大安度是给在欢喜、神善、提倡对此是谈灭恶业，能使人贪恶修善。家庭修法佛法，外人说法，能使堂中得到。神法一心神善美恶神法的目的就有太多了，比如像这个社会混乱，家庭一般人大家都晓得修好佛法，自然就能够神法一心神善美恶啊，那社会不就得到太平安了吗？最后最上跟目标就是提醒提醒你是他的你利益，这就是不神不神不可说的现实的道理，能够用体验你的道理算命，是给你理真一主法的理性，所谓你理就是勤正正义了，就能够随顺正义门与勤正正义，所以众言不可说，有因缘故亦可得说，释迦牟尼佛说法是说众言就是有两个因缘啊，是众生欢喜神善没有最高的境界业力啊，像释菩提解空体业，那几才十困上头上的时间修观观八者观无常的道理啊，一个地是天王啊，了解到一个释菩提从十困上所能一天观无常观八者的无常的道理，所以地是天王山人体会八者，就在空中现法，空中落去到的天上的微妙的想法嘛，落下来供养释菩提。那么释菩提当时就问讲：曼人说空中现法嘛？地是讲，哎，地是现法。像跟你现法做么个呢？用来现法供养你释菩提尊者，因为你三说八者，师父就讲：我乃胡说啦！我坐阵坐咧，我乃有讲啊，我冇讲，我边胡说啊？你是胡说，你说啦，是尊者胡说啦，我亦无听。你用胡说，你说，我用无听而听。所以你的说法，我能够谈到，但还是你胡说，你说，我无听而听。该就是三说八这个道理，该就是不生不生不可说。那么一个你能明白两个道理呢，就能悟入，能悟入明白这个真理。所以实要能够把两个能观音的心能说的法统统熟悉了，都愿理了，所以愿理以念愿理以说，所以愿理以念嘛，免得悟入，你愿理两个念的境界念的心念，这就由此能够悟入于真理的道理。这两个文字来看，在一般普通的中下见性的凡夫啊，根本体会不到，唔得恩养的才能叫悟入。唯有上言上知，像中文下所有的注释，的确能够从下归行得到一个入处。举个例子讲，唐朝末年，
有一位长天慧林禅师，长天啊，福州长天，其实长天为好，加个名叫慧林，智慧个慧，林是还佛寺院个啊。慧林禅师啊，佮出家后参禅，最初参林云禅师啊，问佛法太医，可是林云个答法啦，佮完全不能听入。不能替证，因此他就去写封啊请尊逆顺禅师，尤其请尊那个闲沙石壁禅师，闲沙石壁与写封逆顺两沙都是同时啊，那么比啊长青是前一壁，那么他就在那个逆顺禅师与现在四壁上是之间来来往往参考求五年，那他参了以后回来去家住的地方，坐在蒲团上哈气功夫去参，按你来来往往感觉到疑问太多了，去抢高不能了解，回来参按你的时间经过结果呢20年，你是不是谢峰先生两位上司的所在来来往往去家努力进修错了20人，两20人中啊错破七只蒲团，错破七只蒲团，古时的蒲团都是用错去做的了，错到七只蒲团都错烂了啊，那么20人过去了还没开悟，对虽然不能悟业，前面参那个逆顺禅师与石壁禅师的来来往往的20人，这就等于两位论文所讲的随顺，爱求随顺啊，一次还不全得到真实的随顺的境界，最后七个蒲团错烂了，有因缘啊。香港下了安桥的功夫还蛮有成就，尽管是那么那么就想把这个的三房的门帘啊建起来，从前的门帘都是做的做的，我叔叔将来南部读时时看到现在已经好像已经进修了，做的个门帘就把这个门帘慢慢建起来，建出的建门帘的时候建的门帘突然间开悟，悟音见得门帘突然开悟，所以一开悟啊，当下就讲亚太茶，亚太茶，见起门帘见天下。有人问我是何种啊？念起佛字表面大，一个话不能用解释，那只是一个长见上是个悟见，门帘见起来开悟了，见念开悟，现在的人都没门念好见了，开悟有点难的啊。一见念开悟以后去请春一个谢峰把所开悟的境界向谢峰一顺上是印证，谢峰就认为讲亚杂人啊他的细功夫是苦禅可能是真悟哦，他出代了，就是老闲沙石壁上是两三商量说多的慧林其实说的个境界是不是真实无意吧，闲沙就讲再考验讲把这意识行进啊，因为常常要行意识禅，其实不是意识的境界，再过来看门一下，闲沙的看门的时候只有大幅的手气跟万象之中脱露神，文言四天大方琴啊，其实没有像途中咩，今日看来佛里边，加是比讲出啦，个人非典出啦，是真正开悟。人家话也不能用文字解释，万象之中脱露神，显示几个心性出的显露，显示几个悟境吧。文言此刻乃方真，天
就是现在有个前厅的前我吃前可能跟现在有个前厅后厅的话可能就是从两位来的了有二次的吃前啊我年轻二次的所进的境界该讲的最前的唯一吃前的方式我从前就在两条路上走来走去所以其实没有像途中没没有是无没有跟没有年次边的草没有跟没有我过去以前就闯过了斜峰路天沙路两条土路我就是个清桥走来走去是个清桥今天看了佛里边现在呢我确诊了清腔佛地边有一块边现实呢水佛芙蓉水佛高蓉就是七太阳蓉的境界所以闯天福林上是多了见两张开悟苦禅二十年还要挫破七丈蒲团不简单啦那是有名的挫破七丈蒲团这样开悟的闯天禅师古人修行样子的下功夫其实真才用功的时间可以说根本就非天盲传忘记的失范忘记的衰亡所以其实建念之前就是论文所讲的随顺建念之前就是论文所讲的随顺建念起来开悟这就是第一得到真业这将是七大真业两种境界非常非常难得莫按简单我们就是说去口头里把古人的故事看下来做参考提出来说一说讲讲本大家做参考听听实际上我也是人民的牙费超古人的感觉咋那么我的感觉咋超过又超本大家没吞到去没吞到有感觉所以古人的功夫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能想象修行实际上不是简单的事情参禅固然不容易可是呢你认为人不容易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在小弥勒相同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容易吗好像是容易实际上是不容易没把人不看作容易因为你看作太容易了所以真多人念佛得意不多的原因念佛就是挖口念过念到亲属的最后弥陀心中魔心中大妄想所以含山太师会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喉咙喊破也吐人变成这种问题出来像中最阿弥陀佛心观无阿弥陀佛心观都走东走西不理走西那位哦今天想求我的阿弥陀佛这样才会得失业得到所以众人喉咙喊破的喊烂的喉咙也突然得失业不到含山太师在他的梦游之方他比喻的念佛那个一般人念佛都是冰茶的下家他把他琴变啥他把人送上他的琴变啥没机器的呢我人的送有个柴下家嘛有停个两几铁路下家有讲几件行出所的你就坐在企业当中有待有待没事情你平常人不得穿个企茶是下家嘿都是送上家就困难了没得时间叫人不得穿送柴上家那柴又再进重越送上家停不得一停不倒退下来什么样都会用一样我用阿尼的精神去人不你念佛就想讲啊，这个送上家，大病送上家，送乜个上家？我把你个妄想给消除，参念我哋给消除。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其他一切都冇。七大放下，所谓个万人放下也是念佛。你这样能够得到真实受用，因为你都是冰茶的下家吧？在世间呐，念佛人多神修者少。人人就是念佛的人都是冰茶的下家念佛太熟了这里哇啦哇啦心里根本没
所以按你表彩下家人得失业不多，你哪里比较可以抵得？你喺突见，肯定见满意，着死要着死突。我大王上嘅机会真少，有乜嘢大王上思维看唔错，我挑战。啊，假如喺人本人人都熟嚟四着死六着死，一出人人都何尝是想追逐嘅比比见人嗬？啊，成个就成个做成个大王上，假你就失业就艰难得多，可以真正用功嘅时间。我把心静下来，我把你个小时的功夫当作一回事，唔好讲话阴做宽定你啊，行上行下哦，定下读到研究来讲法哦，根本啊都无识知嘅啲嘢，加你嗬，上爱阴佛第二性本来恐怕就有困难，所以阴佛唔系简单啦，仲讲啊，世间无有讲法，唔是努力就得到嘅事业啊。小行也重要，你喺冇正式下一番事功夫，都亦佛法嘅正式利益，你冇可能得到。比如说外半年根本你能够讲自己佛见咯，从前下嘅事功夫你睇下看唔到嘅。家庭系从前冇下过一番事功夫，根本你样板讲得出来。我从二十四岁开始从外讲见。竟然七十米将军讲了半个世纪，那么你啊都是平常时的功夫啊，根本在佛法中不是讲话忘记的脱节啊，因为家庭有人也对于佛法是忘记的是脱节，就没办法连贯下去，所以啊我发很伤心，修学佛法我发很伤心，你意思？冇谈多，冇见乜嘢谈多哦，千前千到达标我愿意试半佛，因为三月落去，哎，难咧，推脱咧，啊，要把佛送上时间咧，啊，你得失业唔多，所以一发很伤心。你意思，以最无限嘅时间做标准，天嘅功课，努力进修，将会得到失业。也就是按样板水深工艺吧，实际上在论文上冇几多事，他俺人也为了要是。经济不求了解，所以参考其他的说法吧，来做帮助啊。现在啊，接下去听一套即时胎身体，即时胎身体两个科目啊，从前面第一个是心准与相行连下来的啊，就是泰国的角色一门分两科，第一是心准一门。分两科，就是第一是心准意相，都有名为定义嘛，即是心准意相的道理就讲完。下面的文字呢，你们是下第二，即是胎身体，即在文字上当下开始胎身没有法的实体啊呀，胎身就是一心嘛，就是准意啊，显示那个胎身离体啊，分两科，第一。六飘色，第二降色神，先见六飘色，解释一个胎生的当地。论文讲，夫子此准义者，一年说分别，有二种义，云何为义？一者义是空，义能究竟显示故。你讲意识不空，有此体，他就无了性功德故。然后到六飘色，见六飘色准一个现象上，一个胎生的脱离，有两种脱离，就是空与不空两种意义。刚才两个脱离唔拿来显示出来哈，安尼你们搞不到，刚才的准一众人普遍有冇个用啊？也就把你做现出来，该没有用了，该一算命。佛子就是很牛啊！刚才前面我们成语虽然是按成哦，他呢几个现象又不可思议的境界，能够使俺们明白。讲两个成语哈，是成语者，一种言说分别，本来不能言说嘛，现在来讲言说来分别说明啊。成语的现象有两种意义啊。
云何为义是哪两种呢？一则义是狂，义是按照真心理地的实义，当地是狂，现是狂的本意。原本讲狂呢，义能究竟现实故，既能彻底显示真义自性的实相，所以为之狂，只要狂义来显示。义则义是不狂，按照实际结的内涵的脱离，既能现一切法啊，因为能现现一切法，所以不空。要蛮不空呢，已有此体，真已有实体，真已有实体就不空啊。那么要蛮不空呢，其就无漏性空的故，无漏就是没烦恼，真与实性不能请教没烦恼，烦恼是无明妄念贪嗔痴啊。真心离地的完全起着无了的前向的功德，认为本心所起的功德，本心所起的功德当体呀，一切功德同时起着。究竟神佛所证的所谓万德庄严，就是两个，他两个眼人众生本来起着，只是本无明妄想所杂逼显现不出来。所以真心离地本来就有两个啊，不可思议的妙用啊，既有无漏性功德啊，一个无漏功德人人本来起足，因为本有小行三昧神啊，本来是无小行用三昧神功呢，因为本有，所以小行就为神就啊。下面就是分别上面一个空与不空两种的意义，我都讲是神详细解释神就空与不空两种意义，等下次再讲啊，好不好？